我们英语细胞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记得汤志木请问是呢在台中市南屯区的惠文国小啊，今天呢是呢这个国小一年级的新生呢入学第一天啊，为了呢能够呢让孩子呢更爱上课，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呢是惠文国小曾基美校长，他也扮演呢这个穿着这个和服，然后呢来呢跟学生们呢讲话，真的是非常有创意哦。我们来听看呢这个曾基美校长他说了什么。也都拿到台中市的全体总冠军。另外，我们的美劳方面，我们今年小朋友跟我们带动台中市的很多学校一起来参与台中市的立体书的创作，我们得到了金氏世界纪录。现在就放在我们学校里面，而且也出了一本小本的立体书，里面就有我们学校一年级啊，现在二年级的啦，小朋友的作品哦。所以呢，小朋友来到学校要认真学习，我相信你可以像我们学校里面的二三四五六年级的哥哥姐姐一样，都可以学得很棒。预祝你们呢都有很快乐的学习生涯。但是呢，开学的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听老师在学校里面交代了什么事情，回去也要教爸爸妈妈，这样子他们就了解在学校你们学了些什么，好不好？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会长来跟小朋友们讲几句鼓励的话，来。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大家早！非常欢迎小朋友今天来到惠文国小，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那我在这边祝福你们，恭贺你们，以后你们在惠文国小会有六年的很愉快的学习跟愉快的学校生活。那还是在这边欢迎你们，因为你们是最幸福的小朋友。看今天上面有很多你们的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带你们来，那我在这边也呼吁教育上的各位家长，为我想今天可以办得这么卓越，这么的优秀，我们家长后面的力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所以在此我也希望各位家长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加入我们家长委员会，在开学后这几个礼拜，我们马上就会召开家长代表大会。希望各位家长都能来参加，甚至直接就加入我们家长委员会，继续来支持我们惠文国小跟我们学校互相配合，来创造一个更优良的环境，来照顾我们所有惠文的小朋友。谢谢大家，谢谢。今天呢，我们台中市呢，这个惠文国小的新生呢，这个实业辅导呢，他呢，为了呢，能够让孩子感觉到呢，上课的乐趣。这个也呢，在呢这个学校办理台布置的呢这个退学之门师长师服，然后呢敬师奉茶，还有自证呢新生礼物呢快乐起航宣言，还有看戏剧学规矩等等的活动。其实的话，这些创意呢都是要让新生呢觉得呢上学非常非常的有趣。是到哪里呢？就是到我们的辅导室，我们辅导室有吹风机，也有二十。
天呢这个国小一年级的新生入学的这个典礼啊，我们也看到呢，在呢这份国小的礼堂呢，也有不少的这个家长，他们呢这个特别呢放假来陪孩子呢来上学的第一天。我们看下面的画面。有故事之光，故事阿姨，故事爸爸妈妈，对孩子们说故事。那在这里呢，小朋友可以脱下鞋子，席地而坐，放松心情来听故事。每一学期至少有完整的40分钟一节课哦。那小朋友，只有我们在惠文国小才有这样的福利。是潘先生，为什么要在台中市惠文国小大礼堂为您做这个安排？这学期在10月开始。